下载 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天文学家们在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金星的高层大气中疑似发现了生命迹象。一个国际团队使用两台强大的望远镜，在金星灼热表面上方约60公里的相对凉爽的云层系统中检测到了磷化氢的痕迹。在地球上，磷化氢是一种主要由厌氧生物来源产生的气体，这可以表明金星中存在生物活动的一种分子。几十年来，一些天体生物学家一直推测金星的云层可能含有漂浮在空中的微生物，但是相比在太阳系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火星上或者在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上寻找生命，这一设想受到的关注较少。尽管如此，由英国、美国和日本天文学家组成的这个团队在《自然天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这一发现。项目负责人卡迪夫大学的简·格里夫斯教授表示，这是纯粹出于好奇心进行的实验，但当他们在金星的光谱中获得首批存在磷化氢的痕迹时，感到非常的震惊。该团队首先使用夏威夷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望远镜的一台光谱仪来分析金星大气的化学构成，随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望远镜也证实了这些结果。没有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们也非常兴奋地回应。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光谱学家劳拉·麦基米什表示，这项研究标志着寻找外星生命的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不错，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科学家们还不知道如何解释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在金星云层中找到了磷化氢分子的迹象。但研究团队评估了可能在金星大气中生成磷化氢的各种非生物方式，没有一个过程，如火山喷发、闪电或涉及金星表面矿物质的光学反应，可能生成他们观测到的那种磷化氢含量的 0.01%。 在地球上，一些厌氧细菌会生成大量磷化氢，一个磷原子与三个氢原子相连组成的简单分子，目前工业化制造是这种剧毒恶臭气体唯一已知的另一来源。金星上的任何微生物都将不同于地球上的微生物。金星具有太阳系行星中最灼热的表面，平均温度超过400摄氏度，足以融化铅。在发现磷化氢的金星表面上方60公里处，温度为生命可以忍受的30摄氏度，尽管那里的空气是酸性的。一种理论认为，微生物可能在金星表面上方50公里处云层中的液滴内生长，然后沉入48公里以下温度更高的较低层大气，在那里变干。研究团队的成员在《天体生物学》刊物上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表示，这些孢子随后会向上漂移，在更适宜生命生长的高层大气重新水合，恢复种群。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